媳妇儿，别擦了，都挺干净了。来，喝会儿茶。泽儿，哎呀，我问你点事儿啊。刘富贵送你手机，你为啥不要啊？我不想要。他可是咱们村首富，他们家有20多家这个豆腐坊。如果他真喜欢你的话，你要是答应。 那你以后在咱们村可真就不一样了，肯定比在老赵家好过很多。哎，季春，怎么了？李主任，我知道我穷，而且在咱们村也是没有身份的女人，可是我。 我心里喜欢谁，我自己知道。啊，哎，对了，西叔，那个今天的事儿不宜闹大，回去以后呢，就别跟二叔讲了。好，我知道，那我走了。 生气啊，气大伤身。嗯，不是你说我这么巴心巴肺的送人一手机，啊？他怎么当成驴肝肺了？你说我冤不冤？哎呦，这么好一手机啊，这送人人不要，那心里是挺憋屈的啊。送你了。我的个娘，真的呀？这全当是你在我这个地方干了这么长时间的家政，我给你的礼品。 你不会反悔再要回去吧？不是我有那么小气吗？以前是这样。啊？不是，现在不是，现在不是啊！你人真的太好了，但我也知道感激，对不对？你说啊，你送人手机，人非但不知道感激，还不识抬举，你也是，你这不是热脸贴人冷屁股吗？啊，你巴巴的跑人家给人送手机，闹这么个下场，值吗？这外面的女人有家你的好吗？ 说起来是一言难尽呀，就是。不是，哎，我在外边的一举一动，你好像都很了解呀、啊。我猜的，哎呀，瞎猜的。<笑>手机给我。干啥？这就反悔要拿回去了？旧手机。干啥？我给你换卡呀，要不然这个手机怎么用啊？啊，谢谢。 你把我手机干啥？王副队，李主任，出大事了！你们家里有人在调戏妇女，就是现在。我错了。闹了半天。
看图出在我自己家里。你说送这个手机吧，细川好像也不完全喜欢。你这个撩妹大法是不是不管用啊？这叫试错。试错，什么意思？试错啊，就是在不断的错误中试出一个正确的道路。我从你这个描述中啊。 追戏春失败这个原因啊，是来自于这个桂花嫂的出现。何止是失败，那完全是惨败，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啊！别激动，细川，我是真喜欢，我一定要追到她。我不追到她，我誓不罢休。啊，你给我出招吧！啊。 这个我得再想想。不用想了，我再给你转500。我这又转500？我喝出去了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你就出招吧。四书记，你说我跟刘富贵一起住了那么久了，他就算是块石头，也该被我捂热捂化了吧？ 你说他怎么就这么无情呢？他不担心追戏追，他还要赶我走。桂花，你先别哭，好吧？啊，这个男女之间感情的事儿，他本来他就不是很容易说清楚，是吧？你像有一些情况，他就是这样，你一头热一头不热，你热的这头你想捂热，他这头他。 他不热你也捂不热，这不有句老话说的好吗？这个叫拒绝融化的冰，是吧？他不光不热，他不化你也捂不化了。别哭别哭啊！还有就是，根据我对刘富贵的了解啊，他应该不至于说喜欢上了细川，他就马上赶你走吧。 你们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，有什么原因啊？有原因呀，就他去追细川，给细川送手机，然后细川在李主任那收拾屋子，那我肯定得赶紧给李主任发个信息吧。不是，孙书记，我就想留住我的男人，我哪儿错了啊？他至于赶我走吗？不是你这么做呀？那你想想这事儿，如果说从。 村里边传开了，那刘富贵他还有面子吗？那我怎么办呀，孙书记，你帮帮我呗，你别让刘富贵去追戏春了呗。这个桂花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个男女之间感情的事儿，他是吧？再说这也不是我这个第一书记能管着的事儿。孙书记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，你就帮我想想招，想想办法呗。 行行行，我想咱都想想，你想想是吧？我也想想，我替你想想。哎呀，你看这也不早了，先回去，先冷静冷静，回去好好想想，也给我点时间，那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好的办法。那拜托你了，孙书记。啊，就是回去别再吵了啊，千万别再激化矛盾。那我就不打扰你。好，回去慢点啊。你一定帮我想想。好。 慢走啊！嗯，徐老师，来，领导，桂花嫂找你干嘛呀？少打听。她跟刘富贵的事儿吧？你说这桂花嫂也真是，干嘛老阻碍人家去追求真爱的权利，老缠着刘富贵，真是的。不是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什么态度啊？ 你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代表你已经站在了刘富贵那边，不，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没关系啊，我只是站在感情本身来看待这个问题嘛。徐威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绝对不能掺和，尤其是村里这些男女之间感情的事儿，你绝对不能瞎掺和，你听到没有？没啥掺和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回去歇着吧。
院长，你先来讲几句吧，你来宣布吧。好，那我就宣布了。诸位老人家，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经过后石沟村村民大会通过，还有咱们县上正式批准，海星村呢作为一个自然村，正式并入后石沟村。从今天开始呢，行政上就归咱们后石沟村管辖了。祝贺你们两个村将来啊就在一口锅里吃饭了。在这里呢，我也祝贺你们，这锅饭是越做越丰盛，越吃越有味道。好，好啊，我就不多讲了，孙书记，接下来你讲吧。好，那我也说两句。这个各位大爷大妈，从今以后啊，咱们后石沟村和海星村，咱们就是一家人。所以为了庆祝今天这个咱们合家团圆的日子，我敬大伙一杯，好吧？哎，来干一杯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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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一杯！古爷，您怎么不举杯啊？小梅子没来，不能算合家团圆。梅姨她是没来，但是呢，她今天没来不代表以后没来。这样，今天啊，您替梅姨喝一杯，等她什么时候她来了，下一次咱们一个不落的全凑在一块儿，咱再补一次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替小梅子喝，那我喝两杯，这杯啊是替小梅子喝的。好，来来来，干了。好，好。海棠，我们村跟海青村正式合并了，那么接下来这个恢复和推广海青茶的工作也得提上日程了，所以我想啊，由你负责，让咱们村的妇女同志报名，第一批啊，选上15个人到海青村去跟梅姨他们学习这个手工制茶，由我来负责。对啊，您放心啊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哎呀，孙书记。跟您说句实话吧，其实打您进咱村之后啊，那些添堵的事儿，这煎饼堆在您的谷仓里，我是主力。啊，还有您说那个推民宿啊，我都不打积极。这个唱了不少反调，您怎么把我想起来了呢？哎呀，那些事儿我都忘了。啊，真的？那当然是骗人的了。啊，是。嗨，这些事儿我怎么能忘呢？你们做了也不止这些事儿吧？是吗？而且我也跟你说实话，你们这些招啊，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应付得了的。哎，还真是。可是后来我又想了想啊，这毕竟也都是基于我们大家对工作的理解和认知不同，这也都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恩怨，对吧？那是啊。你这爬得还挺快。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。对对对。再加上呢，你本来就是咱们村妇女的头，咱们村里这个妇女你也最了解，而且关键是这个手工制茶，它还真的不是这么简单，不光需要人心灵手巧，并且还需要有耐心有耐性，所以我想来想去，你负责最合适，你呢，接下来就去挑选像清河那样的好苗子。那不可能，我们家小姑子在全村可是拔尖的。是是是。那你也得按照他那个标准去挑吧。对，是，可难了。好，那这事咱们就说定了。行，我努力。另外一个就是五彩煎饼。嗯。现在到什么阶段了？啊，我正要跟您说这件事儿呢，您看看。
这是按照您的思路啊。然后呢，找了那些老客户，让他们呢挨个尝尝，看看怎么样，跑跑销路吧。嗯，他们都说了，这种煎饼从来没尝过呢。这个煎饼啊，是咱们村的老传统。嗯，必须要做好。是，如果说真的在我这个第一书记的任内给丢了，说实话，我怕被人骂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努力，不再骂您了。哎呦，那我就在这儿多谢了，啊。我确实说错话了，孙瑞，我真的，我肯定不会再骂您了。您放心吧，谁要再骂您，我就拦着他。如果他不服，我就揍他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好，咱们下去。哎，梅姨，梅姨，静哥，哎，李哥，我可是把我们村这些精兵强将全给你带来了，他们个个心灵手巧啊，你们就放心，把你们这些技艺啊都传授给他们。好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教，而且清河还有这些老人们都可以当他们的师傅。好，来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好，走，来，孙书记，我们先过去了。看看他们坐茶呀，来，赶紧过来看一下，来，哎，这都是手工制茶，这个都是茶，采下来茶。咱们的海清茶呀，可以传承下去喽！你看，这个牙都很难过，装上了。嗯，孙书记，青哥，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聊聊。好。跟老婆聊聊。孙书记，现在我们村跟海清村合并了。今天还来了这么多学手工制茶的姐妹们，我，你想回去啊？啊，那倒不是。现在唯一让我放心不下的，就是新龙的病。孙书记，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，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啊？新龙这个情况，其实之前我也听说过，可你比我更清楚。二叔要面子。也不让人到家里去，当然，既然你说了，我肯定想办法试试，啊。不过新龙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？他以前就是把自己关屋里边，整天就知道错的那个烂木头，半夜的时候可能自己偷偷一个人出来，在院子里坐着。但是我听那细春说，他现在不反锁门了。也让别人进来，但还是拒绝跟任何人交流。他为什么拿那个刀，一天到晚敲那个木头啊？他小的时候吧，跟着一个老木匠，学过这个传统家具手艺。我不知道能不能跟这件事有关系啊？那这样吧，回去呢我先试试，成不成我也不敢保证了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那就拜托您了，孙书记。不用谢。怎么样，张总？这次欧洲之行累不累？我告诉你，小谢，这一趟真的是收获太大了。我一下找到了在农村投资大项目的方向，真是不虚此行，小谢。就那些现代化的大农庄，让我大开眼界。所以咱们也得弄一个现代化大农庄。对，我这回去马上我就得跟老爷子汇报汇报。你是要想做一个现代农业的项目？为了这个，去了趟欧洲考察。嗯，那你考虑过在本地哪个村里头做这件事吗？如果你对本地的情况了解的不够，那你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啊。我已经在欧洲和一家咨询公司签约了，到时候人家会专门派来顶级的农业专家给我制定方案的，所以这不是纸上谈兵啊。光请外来的和尚念经，那行得通吗？不接地气。您听我说啊，爷爷。哎呀，董事长啊，等外一位后事沟通的李主任，说是想见一见张总。李主任，哎呀，张总，你怎么来了啊？哎，我来西海市好几天了。哦，你去您公司就是找不着你。
所以今天就想来您爷爷家看看能不能碰碰运气，结果还真找着您了。那你怎么知道我爷爷的地址的？哎，岳老师告诉我的。啊？哎，哦，岳兰，岳老师来采访我老爷子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张总，我是不是太冒失了？不不不不不，不冒失。不仅不冒失，而且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正所谓天降神兵，是吧？来来来，里面请。好好好，来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啊，一会儿呢，在家吃个便饭，之间呢，你跟我爷爷好好交流一下，聊一下我跟后石沟村深厚的感情啊什么的。明白了。哎，好。来，哎，李主任，哎。好，敬李主任。谢谢谢谢。嗯，一定要尝尝这酒，喝喝，这是我最爱喝的一款法酒。嗯，是吧？嗯，好，好喝。嗯，怎么样？好喝吧？哎呀，李主任，不瞒你说，这个子浩能够有你这样的朋友，我真是感到欣慰啊。他跟我说呀，想要在周边的农村搞一个现代农业的项目，为了这个，他跑到欧洲去考察了，还准备要从欧洲请一个农业专家团来为他做规划。那我问他，我说你对周边的农村做过调查吗？你了解情况了吗？他说没有。你看看，这不接地气呀。哎，嗯，董事长。张总非常接地气。第一次到我们村的时候，是为了销毁农药蔬菜，那会儿就已经做了一次全面的考察了。紧接着呢，为了煎饼的事儿，又去了一回，又考察了一遍。这前前后后就是两遍了。嗯，第三回呢，为了我们谷仓这个民宿开业，张总是不辞辛劳，请了一大帮朋友给我们捧场啊。那张总跟我们村那关系就是，感情非常非常深厚。来来来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拿好好好。这些不过是蜻蜓点水、表面的文章，但是真要搞现代农业的项目，光靠这样的了解那是远远不够的。爷爷啊，我跟李主任已经商量过了，过两天呢，我们要去这个后石沟村做蹲点考察，我要做一下接地气儿的、详尽的调查。你能够下决心、沉下心来做这件事情，那就是非常好的。哎。那这么说，你这个现代农业就定在后石沟村了，啊？嗯，哦。如果我认为这次考察的结果让我满意，啊，那我肯定就决定在后石沟村呀。而且我对后石沟村也打过交道，乡亲们呀、干部呀，我都是还是挺熟的呀。没错没错，那个我们村那些老娘。那些妇女啊，特别喜欢张总。那个，李主任，行了，哎，喝酒，干杯，干一杯，干一杯。徐忠，哎，孙书记，哎，你是来找二叔的？啊不，我找兴隆。兴隆哥不跟别人说话的。我找他帮个忙，不多说。兴隆，你说你一天到晚就在这儿弄这个木头，多没劲啊！哎，你看我这儿有一把从海清村淘来的旧椅子，我估摸着这得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吧？你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修好？但是啊，这得用传统的木匠手艺来修，得修成它原来的原型，保持好原貌才行。兴隆，既然你肯开门让我进来，我知道你能听明白我的话。你想想，你有多长时间没正经干活养过家了？现在你家都是你爹在下地种菜干活养活这个家，你不心疼你自己，你也不心疼心疼你爹啊？行，那这椅子呢？可能我给你放这儿，啊。你要是有本事能帮我修好，
我也不会让你白干，我给你200块钱。行，你看着弄吧，我走了，我过两天再来，啊。就你一人，阿叔，你来这儿干啥？怎么跟你八叔说话呢？这是我们家兰兰的老屋，严格说也是我的老屋，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对了，富贵就是在这儿被你泼面粉的。阿叔，那事儿都已经过去了，你就别再提了。你要是来给富贵叔递话的，你也别张口了。哎，不是，我是来侦查敌情的。自从上次村民大会之后，我可好日子没见到李建安了吧？我来看看他是不是跑路。如果村主任长期不在位，那改选村主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。八叔，李主任没跑，他就是进城办事儿去了。喜春，你看，你还是头发长，缺乏智慧。喜春，你想啊，他在南村现在是彻底的失势了，连刘海棠两口子都不支持他，这说明了什么？他现在就是众叛亲离，孤家寡人一个。哎呀，好歹呢，他也是要点面子，所以就偷摸的自己开溜跑路。李主任回来了？不可能。哎，喜春，哥，房东的男人也在呢。哎，喜春，帮我把后备箱的东西拿回去。哎，陈啊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。嗯。看什么呢？哎呀，李大主任。我还以为你跑路走人了呢。我是村主任，我能跑哪儿去啊？不像你什么都不是，驾鹤西去也没人管得着你，对吧？你村主任那也是光杆村主任，有人支持你吗？我光杆也是村主任。哎，对了，那个随便挑两个啊，这段时间住你们家房子，就算是我对谢桂兰的一个感谢啊。谁稀罕呀？你自己留着吧，撑死你，瞎包。哎呀，中午吃好的喽！撑死你！老总，您需要把羊给您分一下？不用，我会啊。你们去吧。好的，张总。怎么样，原来这地儿喜欢吗？你不是说你有很重要的事情跟我说吗？什么事儿？我要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我这次啊，从欧洲考察回来，我爷爷就一直在批评我，说我只会找外来的和尚来念经。哎，正当我为难的时候，李建安过来了。你说这是不是天助我也？而且我爷爷见到村里来人，你知道有多开心吗？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爷爷家的地址是你给李建安的呀，所以我当然要感谢你了。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呢？你要人家在村里面帮你找项目，你顺口一说，人家腿都跑断了，然后进城打你电话又打不通，不靠谱。太不靠谱了，没错，是我的问题。哎，但是我跟李建安已经商量好了，过几天我就去后石沟村蹲点考察。你要去后石沟村投资了吗？如果考察满意，我就准备行动了。那你有跟宋光明提过这件事吗？我为什么要找他呀？你为什么不找他呀？他是后石沟村第一书记啊。可是我找了李建安了，他是主任啊，而且我不想找他。为什么？我吃醋啊。吃醋？你吃肉吧你。饿了。哦哦哦哦。李总。
金龙。这么快就修好了？不错，真是老手艺啊。啊，这是200块钱。那我给你放这儿了啊。我那儿啊，还有个大桌子，但是那桌子呀，可能没法搬到你这屋里，我就给你放在院子里了，好吧？到时候你还是用你这老手艺，帮我修一下，我给你400。啊，到时候我给你送过来。好了啊。这些都是孙书记叫人搬过来的，他说问问兴隆哥看能不能用旧手艺把这些都修好。二叔，你再叫叫兴隆哥吧，没准他能答应呢。作为村主任呢，没有参加表决并村的村民大会，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我现在呢，进行自我检讨。孙书记，对不起。一秘书，金毛，桂兰，嫂子，对不起。如果需要的话呢，我还可以像上次煎饼事件一样，用广播对全村进行公开检讨。姐，你坐，你先坐下来。这个事儿啊已经过去了，所以你也用不着做什么全面检讨。不过以后再碰到这种事情，你是不是应该先跟大家通个气儿呢？还应该应该。这次村民大会啊，开得非常成功，村民们也都全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同意并村的决定。啊，太好了。这次在我主持这个村民大会啊，还是比较圆满成功的哈。
但是就是有好多这个村民啊，当时就也问我说，这个李主任去哪儿了？是请假了？是跑路了？还是消失了？大家都很纳闷。你主持的村民大会啊？啊，金宝啊，辛苦了。孙书记，在我离开的这几天呢，我仔细的思考了一下，我想通了。其实并村呢，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。那第一呢，可以增加我们村的这个土地面积。那第二呢，如果海青村恢复这个茶叶，那完全可以解决我们村的就业问题，一箭双雕啊。孙书记，我们在这个并村的大格局上，再好好的大干一场。咱们村有了今天这个新的局面，真的是来之不易。尤其是两个村合并之后，民宿、旅游，包括海青茶的这个恢复生产，我们真的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。所以我认为啊，我们村两委领导班子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团结。哎，所以你也放心，我一定会支持你的工作。哟，谢谢孙书记。李春儿。哎，孙书记。哎。兴隆哥修的咋样啊？哎呦，兴隆这手艺还真是好，这几乎就等于是恢复了原貌啊。真的，兴隆哥手艺那么好啊？这手艺好归好，但是你千万别把我这话告诉他。哦，兴隆，哎呀，桌子我看了，修的是怎么回事？但是仔细一看，还是欠点火候，说明你这个技艺啊，还有提高的空间。哎，钱呢，我给你放这儿了啊。我那儿啊，还有几件更大的从海青村淘来的家具，实在不好往你这儿搬。有时间啊，你到谷仓来找我啊，你帮我修修，就这么定了啊。你们俩坐这儿干聊啊，不渴呀？来，你看我媳妇儿，美凤，我没要这水，水我没要啊。哟，白给的也不要啊？哎，要要要，这有进步啊！白给你的水还不喝，好不容易给你点儿来水，你还不聊啥呢？你们俩，这叫家里建安呗。突然转变了一下对这个合并村的态度，而且还在村委会上做了检讨。向孙书记服软了，他这什么意思？都说些什么了？反正我听到最后呢，我觉得还是露尾巴了，就是希望孙书记支持他那个村委、村主任那个工作呗。嗨，不是很明显吗？就是想先保住村主任的位置。说实话呀，前面确实是这个意思，但是我仔细琢磨了一下，我觉得不对。就李建安这个人，哼，我觉得肚子里一定没憋着好。我也觉得怪。前天我看他回来的，那比他牛的，尾巴就快翘天上去了。车后备箱里还带了一大堆的红酒、海产、鱼翅、燕窝什么的。他不会是在城里边找到靠山了吧？哎，你别说，真有这个可能。八叔，咱要不要找富贵去商量商量？嗯。富贵现在颓了，心思全部在正事儿上了。他咋了？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富贵迷迷糊糊。你看看，我帮你写的情书。写好了。嗯，你念念。喂，我直接给他就行。不行，你得念出来。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。来，念念，我听听。我还是直接给他吧。哎呀，万一人家不看呢？好吧。念念。亲。
亲。哎，别，徐老师，我真的不行，我念不下去，真的。这就说明你没有投入你的情感，没有走心。我是觉得，这说起来有点蔫头耷拉脑的。那你要怎么不蔫头耷脑的呢？就像有个电影里，怎么说的叫喜春，我想你，我想你，想你睡不着觉。得，富贵叔，您这实在是太老土了，效果不好。你看，按照我说的，我教你，我给你念一遍，啊。